你去跟你爷爷说，这日子能过就过，不能过离。好。爷爷奶说你别生气了，生气对身体不好。他还说今天给你做大猪排吃。谁稀罕吃他的大猪排啊？你不是最爱吃奶奶做大猪排了吗？我才不稀罕呢，你跟奶奶说我自己出去吃。爷爷说他最爱你了，根本离不开你。你也消消气，别气坏了身体。他还说今天你别做饭了，他出去带你吃点好吃的。他真的这么说的吗？千真万确。行，我收拾收拾出门。奶奶说你出去吃好吃的，为什么不带我们啊？带你可以，我凭什么带他啊？爷爷你想想哦，你不带他的话谁买单啊？那也是的啊。好，你告诉他我在楼下等他。看来这个家没我不行啊，这老两口一天要离800多。哎呦我的妈。